你能干点啥？你看看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<笑>你干什么？<笑>滚！你来搞，老子不干了。你来，明天给我进厂打螺丝去，看见你就烦。你要小心点啊！ 你要干什么？气死我了！啊！走，慢点。<笑>